从第七棒的郑达宏开始打起。对，郑达宏今天第一次打击是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被刺杀。他在昨天的比赛呢，五个打数出现了两支的安打，也在终止他之前连续七场比赛20个打数没有安打的低潮。那连续七场比赛20个打数没有低潮，已经不能算是小低潮了，也是蛮严重的一段低潮。不过在昨天呢，五个打数出现两支安打，这个球右边方向非常的扎实，不过是出了界外。界外球。其实现在郑达宏还是在用比赛让他的状况调整回来。尤其在叶君璋受伤之后呢，新农牛队原本是让新人钟家宝来蹲捕，不过最近呢，东总这边决定让钟家宝稍微休息一下，因此郑达宏也开始分担先发捕手的工作，这也是他连续两场比赛担任先发的捕手了。事实上在最近的四场比赛当中呢，有三场郑达宏是担任先发的捕手。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同一支队新洋将布莱恩，布莱恩目前是登陆随队人员呢，还没有出现在一军的可上场名单里面。罗国璋戴总教练是说啊，在下个礼拜也许会找机会让布莱恩上来试一试。哇，郑达宏这球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这是一支安打。新农牛队这场比赛的第四支安打。其实牛队的左打者面对侧投还是低。